兄弟们，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，我们现在在的蛋仔岛要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了。最新赛季的变化，我来告诉大家呀！伙伴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现在的蛋仔岛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！伙伴们，现在的蛋仔岛在摩天轮的左边是一颗粉色的大树呀，而在最新的版本中，这棵大树将永远消失呀！ 伙伴们，根据老官方最新的爆料，这个大树的位置在以后会变成恐龙岛呀！你们看，树木都发生了变化，并且在未来还会出现三个崭新的皮肤。伙伴们，这三个皮肤在游戏中的样子被我找到了，大家看看好不好看？它来了，它来了，最新恐龙皮肤，爆料！伙伴们，这就是最新的三个皮肤，一个比一个萌。第一个名字叫暴龙仔仔，我去，这皮肤晶莹剔透，太帅了！第二个是一个女生，叫甲龙晶晶。 第三个是一个小绿龙，有三种颜色，名字也很好听。三角龙小撒，伙伴们，这是最新的三个皮肤呀，到时候我们所在的蛋仔岛也会发生变化，这就是最新版本的爆料。